吗？你怎么这么怪？来，给你们我的。对，没有啦，不是三千，三千是我乱讲的啦。等一下问他，我觉得大概在1700左右，粉丝龟我觉得应该在1700左右。等一下问他具体价格。1800。我不知道哎，1800，就招1800啊？而且是用电话号码。可是大家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，你说赖啊？你要把它关掉，你要把它关掉，关掉要透过电话加好友，因为他们都乱加的。那个是人家用买的吗？他乱加的啊。骗钱的比较多，我觉得那是骗钱的。刚刚找乌鱼出来了，昨天已经出来了，但是现在乌鱼还没有到，很好吃。昨天就煮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、哦！可是那昨天那乌鱼有卵，对不对？有，我四只都有卵啊。所以那个很划算的，有大部。大部分出来都只有乌鱼壳而已，是吗？对啊，所以会有的很少。我真的不知道四只都是四只。那个真的很划算。划算啊！我昨天买四只哎。昨天那四只乌鱼是有卵的，但是不是乌鱼壳哦。昨天就刻了两次。可是接下来要有整只乌鱼的就比较少。很少，因为都是壳而已。对，都是壳。那个乌，因为那乌鱼子价值比较高啊，它要整只丢出来很浪费。对了，做而言不如取而行，我只叫你们买美金。我昨天回去又买了，我就跟你讲，我敢买就是一直买。我没有在怕赔钱。因为有些人没打招呼照啊，因为现在天色还蛮暗的，有些人我没办法看到。
进来一点好了。哎，这边，下张。被老虎吧，我看一下，有沙鹿菜比较便宜。葫芦停车场方便吗？很方便啊，就在对面而已，就在右手边这边。那你看一下哦。对面五公尺的地方就是停车场，啊，停车场里面大概有，我想一下有几个位置，里面全部满了，里面大概有70个位置吧，看一下，好，现在比较亮的，我一个一个看有没有什么秀兰渣。大概几点开始？他们今天会稍微晚一点哦，他们太累了，慢慢来就好了。我也觉得慢慢来就好了，不用那么赶。我现在都抱着好脖子，我现在都抱着轻松就好了。谢谢谢谢。美国职棒现在是季后赛啊，现在是季后赛，现在10月23号，冠军赛了吗？你慢点找，现在是冠军赛了吗？给金线盯着一下。大吵架，等一下再看。因为我现在还不确定，他还没有下货结束，我也还不知道下货结束摆上去我才会知道。这么早就起来工作已经很晚了，我其实这个市场大概4点就有人在这边了，因为我今天是大概5:15到，其实很多人都摆好了。人之初早安，你想要买花枝，整枝的花枝哦，整枝的花枝不一定有。然后白带鱼看你要中扣的还是整枝的，中扣的有，整枝的我还不确定。满了，小花枝不一定有，小花枝那种现在价格还不稳定，有时贵，有每天的贵贵便宜差不多哈。
长，然后像黄信长、韩贝贝长。麦当劳吗？哎，麦当劳，玉米汤，锅巴的了，鸡巴，炸巴啦！笑嘞嘞，笑嘞！不笑不啊？啊不笑啊不笑啊！不笑吗？我们笑就笑不笑啊？笑。放假了。这个记者太多不敢进去。落后对呀，哎，落后先进来，真好吃耶，下雨了。赶快停啊！下什么雨？有说可以下雨吗？好像超热哎，耳机超热，耳机超热。不美招，绿霞招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再不行，你想喝一下吗？你要弄成班。正洗澡，哎，我忘记看一下那个湖东怎么样了，我看一下。
中还没有客人吗？鱼端什么？你去居家旅馆干嘛？他是阿杰啦。阿杰去居家旅馆干嘛？不知道。啊，他私底下生活很乱哦。他私生活很乱哦。真的还在下哎，可恶！真的下雨了啦！你干嘛甩？好像有点下雨了。你摔到？对啊。